聚集思想家与行动者。未来不要再谈返乡了，我们应该要重新建立一件事情，是培养孩子有留乡的能力，从社区里面发展出来各式各样的能力，透过年轻人的力量建构一个所谓社区支持系统，才能够帮助社区获得长远的改善，变成是这样的共好共善的循环。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